他人，以防资金损失。那他没。Thank you.
open on the right.这个是那天买的稻香村的东西。如果你们发现的话，我现在又是失业的阶段了。为什么呢？之前不是找到了个实习吗？然后我才去工作了三天，然后结果反正我觉得是沟通上有一点问题，这个具体的可能以后再说吧。现在想起来就是非常的生气，然后沟通上出现了一点问题，然后我本来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想要去解决事情，然后结果就被开了而且我甚至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没有做，然后就是因为没有事情做一直，然后我又特别想要做事情去表现一下自己啊，或者学习一点东西，这么长的时间不想浪费，然后结果就这样了煮一煮会很香，对。疫苗接种是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有。都没有了。好了，要打包吗？不用洗，要的。